所以说我们大家是不是要当好的同学？对，是不是？是，是不是要好好的先准备好？是，哦，所以不能说大家没有准备都没有人举手，知不知道？知道，我、哦、知道哦，你们自己讲的哦。啊，如果没有时间，没有准备要怎么办？自己说怎么滑？怎么滑？请喝咖啡。哎，又有人要请喝咖啡了、啊。好，我们冠礼要怎么滑？自己讲，冠礼要怎么滑？把每次那个老师说要上台的时候，就第一个冲上台。滑自己上台，非常棒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敬礼要怎么滑？要滑呀，不然说出说了说出来要负责哦。我也是这样想的，就是以后都要第一个上台，然后每次都要举手。你看谁办？看他们见面有没有做到？他说每次要冲第一个。哦，他自己讲的哦。哦，你自己要不要？好，那我们国语，哎，国兴，我们每次上台都会准备一个主题，主题一定要准备。可是早上问了以后，只有两只手举起来，其他都没有举手。那你会不会准备？会。如果没有准备怎么办？请大家吃中餐。这个不错哦，对，就这样子，好吧，家你带你免准备，好吧，这样非常棒了哦，有些人要这样给自己一个期许哦，甚至一样啊，你要把你自己的你怎么处罚自己，一样请吃便当的嘛，好嘞哈，我们还有三天，两天没有你的哈，看不见你哈，来我们的瑞西。你每次上台有没有之前上一期上台你有没有做准备？我没有。没有，为什么没有？就是太忙了。然后太忙了啊！太忙了。来来来，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这一期强迫要做准备，你会不会准备？我会，我一定会。一定会哈、哦哦哦！啊，如果没有准备的话，怎么罚自己？准备下次给大家带水果吃。哇，棒哦！大家知道哦，他如果两来的时候两手空空，就知道有准备哦。来的时候没有带水果，如果带了两包水果，就代表没有准备，我们就原谅他，好不好？好。吃点什么？嘴软。嘴软哦。哎，我打给他讲，哦，没有准备要滑，那你如果没有做功课，你要滑，而且没有准备一张稿，你要怎么滑自己？没滑。叫华晨，可以哦，任何一吃山最好哦，你敢讲没有？哦，所以做人要负责哦，不是随便讲讲的哦。好，非常棒哦。所以说，真的哦，一定要上台前一定要好好的准备，好好的准备哦，准备就会精彩。哦，再来就是说，